好了啊，车已经倒入了，到咱们溧阳市场了。好了，马上要卸车了。现在正在解板子。谢。这个是咱们马主人，哥，你倒了多少匹啊？86匹，大小都有吗？这一批啊，漂亮。这批小花还挺好看啊，这批花吗？好的啊，进去了。师傅啊，把这石头解开了。好了，这个经过那边过来，太冷了，冻了。好了啊，二僧马上开始卸车啊。哎马军儿，嗯，这会儿从高处下来，有点慌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。哦，稳定下，稳定下，好嘞。好，马已经全部进入溧阳市场了啊。